好啦，咁今日咧继续咧系讲讲呢个龙嘅九子。嗱，呢个龙嘅九子咧讲咗两次，咁啊，但系咧有一次咧就系遗失咗，另外一次咧就居然冇声喎。咁啊，你知道我咧系一个电脑盲嚟嘅，系冇法子咧将呢个问题谂到点样解决。咁卒之撞彩咧，又撞到今次。又居然又得喎，咁啊用得翻，咁啊於是乎咧就只能夠補償翻咧就係7月19號啊，當日嘅龍的九子，咁啊再講一次啦。咁我因為龍的九子裏邊咧啲字咧比較少用，同埋啲發音咧比較粵語發音比較唔同奇特啲，咁所以咧，我咧就會咧係喺網上咧再用圖片同埋咧文字咧再介紹俾大家點樣讀法，點樣講法。咁龍的九字咧，咁啊有分開兩個唔同嘅記載。喺中國嘅古書裏邊咧記載咗咧，有唔同嘅九隻嘅仔。咁啊，龍嘅九子點解係九隻仔咧？咁啊，九字咧係有一個原因嘅，因為咧九咧就是、中國嘅一個吉祥嘅數字，而且咧係一個長長久久。中國人好得意喎，呢、這個滿咧招損，十全十美咧，十咧係唔係好嘅，九咧就係好嘅。咁所以咧，你打天狗牌咧，你就知道天狗啊，如果系夹埋十点咧，咁啊密十，咁啊十咧唔系最佳嘅数字。咁所以咧，唔系真系有九个仔。咁第二个问题咧，讲龙啊生嘅仔究竟系唔系龙子龙孙，系一定超胜过自己嘅父亲辈咧、父叔辈咧，又唔系喎。奇怪在咧，就系龙嘅九子，九个仔都系龙所生嘅，都系有其龙嘅特性，但系咧比起老豆嚟讲咧，真系差得远。咁所以咧，龙嘅九子咧又系俾一个感受，话咧原来生嘅仔咧系不及父亲辈嘅。咁呢个咧就一个神话传说，大家不可不知，又嘅心啦吓。咁啊，讲到龙嘅九子，呢九只兽咧有名堂嘅。咁啊，喺呢个淮六堂嘅集里边咧记载咧，啲九个仔咧，第个大仔咧就叫丑。牛，咁啊，囚牛咧系一个好中意音乐嘅龙嚟噶，咁佢所以咧通常咧系挂喺或者雕刻喺嘅胡琴啊嘅顶上高，嗰、那个雕刻咧就系一个咁嘅囚牛嘅形象。咁啊，第二仔咧就叫做。嗱，呢个字比较难读，少见。咁啊，但系咧，佢有佢嘅读音，叫做挨岸。咁呢个挨岸咧比较凶狠。佢话咧，佢呢只嘢咧系好杀。于是乎咧，啲人咧就通常咧用咗喺刀口或者系。一把刀的柄那里挑刻了一个挨岸。咁啊，挨岸呢两个字呢亦是解到一个仇恨怨恨的目光。咁啊，如果有人说挨寒之怨的意思就话佢睇你唔起。或者咧，佢用一個仇視嘅眼光咧對待你，
引致到咧你心生不忿，你最后咧都会去报仇嘅，所以叫崖岸必报，有呢个咁嘅意思。咁啊，另外一只咧，第三咧，佢个老三嗰个名叫嘲讽。咁啊，好明显咧，佢系咪笑紧嘲笑紧啲风咧？可能系咁意思嘅。佢咧好中意险啊，危险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广东话咧有句说话话，佢好吊钉啊。佢中意咧喺啲咁嘅地方咧就冒险。咁所以咧，通常咧啲人将佢摆落去瓦背上高檐嗰度，咁啊一个好高嘅地方，但系咧又好险，啱晒佢嘅性格啦。咁下一个咧就叫蒲鹭呢只嘢咧，咁佢好中意嘈喎，好多人怕嘈，但咧蒲鹭咧就系中意嘈嘅，咁啊嘈咧就系、是。吵闹之嘈，咁所以咧，亦系将佢咧摆咗落去钟嘅挂钟嘅地方，雕刻成一个咁嘅装饰。嗱，呢个钟咧，并不是咧我哋而家见嘅时辰钟，唔系时辰钟嚟嘅，系咧一种中国旧嘅时嘅乐器。曾月侯墓咧发掘出嚟喺汉朝嘅时候。距今二千多年前已经有这种这样的钟的乐器，比如偏钟，因为它只只不同的音质不同，还敲起上来就变成一个乐章。在现在发掘出来，在古墓发掘出来的偏钟居然可以打到一首歌出来，证明呢这个中国的音乐乐器呢好几千年前已经开始有发展了。咁但你知道呢，当时的钟呢不是好像现在的乐器呢是用来去玩的，是祭祀之用。咁下一隻呢，嗱呢隻嘢呢的字比较也是深啲。咁佢的读法呢叫孙魏。孙魏意思其实咧就系狮子，中国咧系冇狮子嘅。中国嘅所谓见到嘅而家嘅狮子咧，其实就系由非洲或者系印度或者甚至乎欧洲方面咧传入嚟。咁有人讲咧系张骞出使西域嘅时候带过翻嚟。咁翻嚟之后咧。这个令到中国多了一个百兽之王。你知道呢，中国当年呢最猛的兽呢就是老虎。老虎是百兽之王。而且呢其他动物呢闻到就味呢都走头了。那么狮子呢有雄伟。它的姿势呢其实坐喺度咧，嗰、那个威仪啊，比得上老虎有余。但系咁样，大家都知道，原来咧喺动物界咧，只有男性、雄性嘅动物咧，就只有佢好美丽、端庄或者咧好威仪嘅态度。而家你见到咧。老虎、狮子靓一只咧，啊！你美高梅睇戏咪有只狮出嚟，哇！嘈一声嘅，一嗰只咧系一只蓝狮嚟嘅，系一只红狮嚟嘅，红狮猛兽嚟，吓，好啊！咁啊，当年咧就叫做孙魏，咁呢只中意坐。佢唔中意老虎啊炮啊，中意四围砖、四围弓，
咁咧，所以咧喺佛門咧嘅座上高，因為佢來自印度或者來自非洲嘅西邊啊嘛，咁所以咧佢有呢個咁樣樣嘅聯想，佢就係保護緊一個佛座，一個佛像嘅，咁所以咧就雕刻在佛像嘅座嗰度。下一個咧就叫巴夏。巴夏咧，又我哋成日講叫閉翳，因為咧，你知咧，一啲大嘅、好巨型，有甚至乎有三米高嘅石碑咧，其實好重，幾十噸，下低咧一定有座，呢、這個座咧就是、一隻龍頭龜身，好似龜咁樣嘅東西咧孭住佢。呢只就系叫閉翳，咁廣東人咧見到一件孭到咁重啊，幾廿噸，一世都好似拋開唔到，咁你人咧係真係閉翳啦，所以咧就用咗佢個名就叫閉翳，咁又叫霸相。咁你參觀咧好多碑亭啊、碑林啊啲地方咧，都好多呢啲咁樣嘅閉翳咧背住個碑嘅，下一隻咧就叫做閉岸。閉岸咧係好中意好重，好中意打官司嘅，咁所以咧係喺衙門嘅門口或者監獄嘅門口咧嘅環嗰度咧都係咧挑咗。用了这个这样的形象闭岸。下一隻呢就是叫做闭箭，这个字都相当深的，它呢是好文。好文呢于是乎呢你看看呢很多石碑的顶呢有很多花纹，这花纹是装饰用，那里面呢都是用了这隻龙的九子的第八子的形象摆上去。咁最后嗰只就叫螭吻，呢、這个我哋曾经讲过，喺金字屋顶嘅上高咧，两个柱咧最后啊封住，唔好露出嚟，都用咗一条鱼同埋龙嘅夹埋，呢条所谓龙鱼喺日本咧好多庙宇咧都系用呢个方式嚟到去。封咗落去，咁所以咧，亦係喺殿脊兩旁咧嘅裝飾物嚟嘅。咁啊，點解用呢個裝飾咧？亦有迷信講法咧，就是、可以防水防火，係嘛？好啦，咁呢個係此其一，此其二咧就喺明朝楊慎咧，另外有本書叫《聲音外集》裏邊咧，亦有龍嘅九仔。九个仔的描述，不过呢有少少不同，最不同呢就是第五仔。第五仔呢它叫做饕餮，这个字呢就比较深，我会大家交给大家看看。用的方法呢，很多人就说呢，根据它的特性是很喜欢吃东西的，所以这个华人呢是一个饕餮呢，就是一个喜欢滥食的人，吃得很多，而且呢什么都吃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在中国的鼎啊和装食物的容器里面呢都有这个这样的纹，饕餮纹。这个也是呢龙的九仔之一，九个仔之一。咁另外第老六咧就叫八下，呢兩個字亦係好少見。咁咧亦係中意水嘅，所以喺水嘅水旁咧，佢係出現。咁第九咧，佢個仔咧叫焦桃，啊焦桃。咁通常咧呢扎龍咧有字咧都係出嚟。形象
一個新的形象呢，代表了龍的、新的一代。咁有首歌仔嘅，同埋咧龍九子就抱尾，囚牛就好陰，斯文就好吞，嘲諷就好險，捱岸就好殺。啊，呢、這個。备战呢就浩文，咁仲有呢拜干呢就浩重，孙毅呢就浩壮，巴下呢就浩负重，咁有仔歌仔唱，咁所以呢大家呢睇完呢啲图片同埋 聽完呢、這个播音之后呢，大約咧都可以認識呢、這個龍嘅九子啦。咁啊，今日補償到今日，希望咧今次係完全順利，大家咧可以收聽同埋收睇得到。好多謝各位收睇。今呢一餐咧係補翻19號、79號龍嘅九子嘅內容嘅。多謝各位。